刚刚我们看到希望行车速度放缓，但放弃美籍这件事情可是缓不得啊。来看到就是无党籍总统参选人郭台铭呢，他敲定由艺人赖佩霞来担任他的副手，可是一宣布马上就被发现说，赖佩霞因为他拥有台美双重国籍，还说呢其实是在郭台铭啊昨天宣布的这一天大家才知道。好，其实因为赖佩霞他小时候的时候就跟妈妈移民到美国去，所以到现在呢他拥有的是这美国国籍。那么竞选办公室也透过这个发表声明，他们说呢现在由律师着手要来赶快处理，希望能够放弃。但是因为你看到依据选罢法，是因为如果你具有外国籍的话，你就不可以登记为候选人。然后我们来看到这整个过程可能真的是蛮繁琐的，先来看到你要先去填一个问卷， AIT 会把你找来审核面谈，再把这一些文件呢送到美国去。其实整个过程有可能会耗时3到6个月，但是你看到我们必须要在11月24号之前来完成这件事情，等于说只剩下70天就要来完成。好，但其实过去也有成功的潜力，像是这个2011年，当时林瑞雄跟这个宋楚瑜要搭档参选，他们是在60天内来取得放弃美国籍的证明。办公室也说了，会全力尽的配合来尽速办理。公正党主席林月珍的赖佩霞走出戏外，这回要当郭台铭副手，但恐怕是提油救火，现在被踢爆还拥有美国国籍。那今天早上呢，他也再度跟律师再度讨论开会，所以我们会在最短时间内向 AIT 提交申请。火速拆弹，只不过说放弃就放弃，有这么简单吗？你要拿到这样的一份放弃美国国籍的申请单之后呢，填写完毕交交给 AIT， 他们会需要10个工作天来审查，之后呢会安排你来面试。等到面试的时候呢，要缴交7万元的台币处理费用，其实算是一笔金额了。那后续呢 ？AIT 会再把整个相关的资料送回美国本土的国务院去做一个审查。前前后后，我当时也是花了将近快2个月的时间。过去也为了选举放弃美国籍，吴征特别提醒，如果赖佩霞要赶在11月24号登记参选截止前跑完手续，并非不可能，尤其还有成功的潜力可循。2011年，林瑞雄为了与宋楚瑜搭档参选，曾在60天内取得放弃美国籍的证明。时间点几乎一模一样，9月26号领表，9月27面谈宣誓放弃，11月21号收到证明书后正式发酵，顺利在24号登记。但一般来说，文件送到美国国务院后，审核时间3到6个月不等，都与申请人的财产税负状况有关。美国国务院必须要去了解为什么要放弃国籍，是否是为了逃避债务来脱产，或者是否要逃税等等，要确认都没有问题，国务院才会准予放弃国籍。因此，一般流程会有数个月的时间。有点赶哦，但是我们去看过一些潜力哦，有些在2个月内其实就可以办得成，所以并不是办不到哦，那只是说我们会一切都按照法律程序来办理。可以说是为了这次参选孤注一掷，赖佩霞展现破釜沉舟的决心，要为选民服务。郭赖佩搭档刚起跑就占据话题。您看田卢静采访报道。2024立委选战，台北市中正万华选区的竞争非常激烈。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吴佩益在今天也在现任立委林长佐的陪同之下，到市场去扫街拜票。但是呢，这个礼拜天呢，他还要举行第一场的政见说明会。而最大亮点是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会来出席助阵。那么他的第一场辅选行程啊，就献给了英系的吴佩益，所以外界就解读这是英苏联手要来拼胜选。亲力亲为握片每一双手，民进党中正万华区立委参选人吴佩益在现任立委林长佐陪同下，到市场扫街拜票，也要宣传他的首场政见说明会。好久不见的前行政院长苏贞昌成为当天最大亮点。不过，苏贞昌2024首场辅选行程就选在竞争激烈的中正万华选区，替小英女孩吴佩益助阵，就被外界解读是英苏联手合作拼胜选。第一场的市政院景说明会，特别邀请到苏贞昌前院长来台北市首站台，所以今天我也是特别来扫街，在地宣传。大家听到说啊，冲冲冲没来啊，大家都很兴奋。我们这次有一个很大的使命，是要拼国会过半，所以党内所有的从上到下，然后从前辈到现任，我们第一线的生力军，大家都是大团结。毕竟我们这边蓝营的
基层，他们长期以来其实是非常的稳固。那所以过去对本土阵营来讲，本来就是比较辛苦，那一直都是激战区。不过，相较民进党展现团结意志，力拼守住这一席，在深蓝选区的国民党原本优势很大，但在经历初选风波，提名钟小平参选后，蓝军却又陷入内讧窘境。即日起，为党内罔顾民意背弃选民。请辞包括中央委员、中央评议委员党职，你能够辞掉议员，要宣示未来不参选议员，我敢，你敢吗？选举都是这样，每个党都乱中有序的，那也要团结，要逐步化解。国民党内再度碰上整合难题，要想夺回这一席恐怕有难度。毕竟这里不只有国民党的钟小平、民进党的吴佩益，还有无党籍参选的余美仁，萨卡都竞争激烈，成为台北市兵家必争之地。记者陈思琪、夏君成台北采访报道。